16G 内存就够用了，8G 内存肯定是玩不了，8G 内存太卡了。大棒子给了我一个鬼书，八 G 够了。八 G 够了也行啊。我们这把来一个就是特别厉害的阵容，然后急速拉九，一直连胜，到最后留攒个100块钱，先来个二星的万猴搁底下放着啊，然后呢最好能再来个妮蔻。算了，我把月神拿着吧，这维恩有点垃圾。整装待发。然后我们急速拉九，第一个那个天选之人的万豪，哎，漂亮啊，漂亮漂亮！这钱咋这么少呢？这钱呢？钱太少了。给个腰带。啊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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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兄弟们来了！来了啊、哦！来了！来了！看我神威，无坚不摧！妮蔻来了，这哥们掉线了，看来不是卡，都掉线了。这把还有个人掉线了，啊！其他的人可以活得更久一点。这把还有个兄弟掉线了，这就非常的 beautiful 了。我也没有斗士，两个掉线的啊，还两个掉线的，哎呦我的天！没得上啊这。啊、哦！神盾使一开始就给护盾，哎呦我操！我这积木，我这积木直接被扎死，这咋这么逗呢？这个，他们也算上，哎呀，这也不行啊，这把玩不了猩红啊，这把没有猩红之月的人啊，这咋整啊这？哎呀，我头好痛啊，我怎么办啊？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先上凯南啊、哦！啊、哦，我看怎么办？把这个撇了，把这个撇了。神盾，
上凯南。呀，神盾使也行啊，神盾使，这神盾使是有点猛啊。我这多少个护盾呢？这完了，让人戳死了。这个决斗大师有点猛。好多铲子哦。算了，我们玩阿卡丽吧，要不。算了算了算了。我们拿个铲子阿卡丽。我们不行，玩刺客吧。我看到鱼食了。我要让这些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上俩神盾，这个撇了，这个也撇了，这玩意儿也不要。我要让家猫们见识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爪子。两星都在。哎呀，对了，放神盾使旁边好了，忘了。哎呀，傻逼了。傻逼了，傻逼了！这阿卡丽前期可太猛了，这后边薛维斯有点拉了，就一下给我来杀！我操！我不拿都不好使都。刺穿他们！我不拿感觉都不好使。嗨！我感觉我不拿都不行。决斗大师突然之间给我干出来杀！这俩月神肯定是不太行。有点烦呐，这可是有点烦呐！我这一看呢，这可是有点烦呐，这。这看来是要让我玩决斗大师了，这是得又来一把呀。御剑仙卡特可以撇哈，看看给不给攻速吧。来来来来来，全套的大剑。给全套啊！来陪我玩玩。不得，咱们还是走刺客吧，咱们还是走刺客啊！这决斗大师先给他拿着打一手工。
法爆没用，滑板鞋法爆不厉害。呀，我操，上播不能，哎呦，我真是日了你的哥呀！我上播不卖滑板鞋，这不滑板鞋二了，我直接疯狂缩血，真的，我直接疯狂缩血，我缩到死。真是太操了。没事啊，咱们打这个。你看，哎，你看着吗？这边赢了，把这剑姬卖了。我先给你把大剑啊，阿卡丽给科技枪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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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无尽暴击伤害加的高还是法爆暴击伤害加的高啊？外面就一个拳头，还让这倒数第一给我拿走了。没事，我先来个蓝水机。啊！没事，别慌啊，兄弟们，帽子可以用，帽子可以用，哎，这个可以用，帽子比无尽法爆好，我想要那种一下平 A 就一个的那种的。这月神前期是猛哈，月神。还是刺客好一点，上刺客。马上升级天选卖了，对，马上升级天选给卖了。别急啊，现在还没到急的时候。
哎，差一点点，进了我一下没事儿，一下这无伤大雅。这滑板鞋不升了吧？下波我要升级了。这个滑板鞋咱就不升了啊，天选卖了。升啊，不升了，现在得需要我们的阵容要成型了，给个暴击手套。这怎么全是钱呢？我天，再升一级，再升一级，隐者羁绊没了，把他们也算上。还是要隐者羁绊吧。给了我两个妮蔻，这把我们的外号要无敌了，这把我们要有个三星外号了，兄弟们，没想到啊，答应大家的终归还是给大家找到了，没想到啊。随便上几个，能赢赢，赢不了就拉倒，没事啊，随便上，没东西上了。其实可以递两手的，但是我们稍微贪一点点，哎，稍微贪一手。滑板鞋死了。稍微摊个十块可以递了，现在递个结就差不多了。这咋这么多滑板鞋呢，我操了。好多决斗大师啊，交给我了。哎，这是有点烦呢，这没有结吗？千万别拿二星滑板鞋，容易赢。我们不玩滑板鞋，我不要这滑板鞋，我不要，我肯定不玩，我就倔，我肯定不玩。有没有万豪？没有万豪，拿个结巴不行就。已经有两个去世了。哎，那波要没拿帽子就好了，那波没拿帽子，这没拿大棒，这波狼人直接那啥了。哎呀，来了，够用。
来了，够用了。哎，这无尽没用啊，这无尽也没用啊，无尽也不加暴击伤害呀、啊、法爆加吧，上当了吗？这不上当了吗？我操，这无尽也不加暴击伤害呀、啊，这不上当了吗？这家伙你说，哎，无尽是平 A， 法爆是技能，不是，我这六刺客百分百暴击几率，你别管他平不平 A， 这什么玩意儿呢？那阿卡丽要无尽就没用，应该要火炮帽子。哎呦我操，刀锋！应该要火炮帽子加上科技枪，或者是不要科技枪，不要科技枪，不要科技。嗯，我们升级，要冒着科技枪加女神之泪，女神之泪。真的是上当了，皎月换了一会儿，刀锋饮血剑呢？蓝刀锋给个饮血剑，行，这都是你们让给的啊、哦。正义之手啊，行，剩下两个你们说一说吧。我操，这刀锋是猛哈、啊、刀锋一下打这么多血，把日炎给那谁吧，把日炎给腰着，我觉得行。日炎给凯南，凯南也行，腰着有点脆了，那就还是腰着吧，给腰着吧。杰不是刺客，杰给你个暴击拳头，大杰。凯南没放出来个大招啊，因为啥不放啊？他因为啥不放？我看刀锋这技能是什么玩意儿呢？对其造成暴击相当于300%的攻击力伤害，如果这个技能击杀了目标，泰隆变得不可阻挡，无法被选取，免疫伤害，什么免疫伤害？同时越向这个回合中造成最多的伤害低，并返还这个技能的发力值。无法被选取，免疫伤害，那有点 bug 了，是不是？无法被选取，免疫伤害吗？确定吗？
那不无敌了吗？这是翻译有问题，可能是，应该不是，不是免疫伤害。阿卡丽卖了装备给刀锋，我把你卖了，你让我现在把阿卡丽卖了，那我那刺客上哪整的？我忍者上哪整的？我没有忍者了。看看这刀锋怎么回事啊？炸！哎呦我操，太猛了这！这给他来点帽子啥的，上点攻击力。春哥，春哥还这个，我不得。哎呀，算了，还是拿着刀锋得了，我没啥好拿的了，真没啥好拿的了，把这刀锋拿了吧。这个水友我记住你了，班布尔1021，好的啊。是是是。撇了吧，凯南。不撇好了，我们的血量又不是，我们的血量又不是到不了下一轮选，下一轮那个这个对抗小兵，不卖的好了，既然都卖了，那这么地儿吧，给了吧，给了吧，给了吧。哎呦这！炸！给男刀，男刀加蓝啊，让他快点扎一下呀！来陪我玩吧。四星恶飞流失，哎呦我操！这首春哥无尽羊刀的恶飞流失还是有点猛的。泰坦的坚决。给腰着吧，80块钱上酒，80块钱上酒啊，上酒上酒上酒。上酒找万豪，三星万豪呢，别着急啊，这不正等着呢吗，别急啊，有钱的。再给一个妮蔻。好啊，这除了那个是看看啊，除了那个什么都来了，除了那什么都来了，除了万豪都来了，我看这黄鸡怎么回事？
黄鸡应该不是很猛，这黄鸡不行啊，一看这黄鸡就不行。哎，这波掉的血稍微有点多啊，兄弟。这什么阵容？宗师有点克我。宗师稍微有点克我。要不然我把血稳一稳。那我也不合适了呀，这。稳住，蓝烈汉，稳住啊！升级，别急啊，别急，没事啊，别急。这月神不一定能干得过我，我刺客多。没事，他干得过我也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三滴血，这怎么整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，这可怎么办，我不能再等了，我等不了了，让我活下去。快，让我活一轮。哎呀，GG，我们下一把差一点点，这波还有个黄鸡，我们就有三星的黄鸡了。哎，看来三星的棒豪是可遇不太可求，你知道吧？下一把吧。